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我们最近在使用的保养品。那这款保养品呢，其实适合男生女生都使用。那首先我来跟大家介绍第一支我要用的产品，就是这支，好，看到吗？就是爱多美的三秒神奇水。那使用方式很简单，直接喷在脸上。那这支产品呢，它有什么功能？其实，那我们就先说一下三秒水的定义是什么。那其实三秒水就是可以在我们洗完脸之后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皮肤都有那个黄金三秒。那这支产品呢，可以在我们洗完脸之后呢，直接喷在脸上，让我们的脸部做一些足够的补水动作。那因为我们清洗之后呢，我们皮肤会严重缺水。那这支产品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及时的补水。那这支产品呢，它其实是韩国济州岛那边萃取的夜桂叶水。那这支产品它可以帮助我们做的深层保湿，而且呢这支产品它里面的成分是像刚我说到韩国夜桂叶100%的有机夜桂叶所萃取的产品，那它是24小时内新鲜萃取有效成分所研发出来的一支产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这支产品呢，可以在各大国家的官方网站买得到。那新加坡的话，新加坡官网也是有卖这支产品，给大家看。当然什么时候想要用都可以，那也很方便携带。那有时候像可能我们平时没有长时间在家，像我们出门上班啊，也可以买一支放在你的办公室那边使用。像我该这样喷一下，它喷出来的那个水的分子呢是非常细，所以让我们的脸呢能够很容易的吸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保养品了。那上保养品之前呢，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头发比较长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发夹把它把头发推上去，比较好方便扯。整理好，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产品喽。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支产品呢，是爱多美的经典五件组。那在新加坡有的买得到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介绍。好，第一支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一支，爱多美的 Toner， 也就是爽肤水。那这一支产品是我们要用的第一支产品。那在我们用完三秒水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上这支。那其实补水对我们做保养动作是非常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大量使用。那我个人通常喜欢用四个泵，均匀涂在脸上。那我习惯性都是会把它用点上去的方式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涂，记得一定要均匀涂在脸上，让我们的肌肤每一部分都吸收到。那其实它味道也是很好闻。那这一支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50ml。所以很大支，所以一定要敢敢的使用。那这支产品呢，这支 Toner 呢，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。那像我这边看到的就是有
玻尿酸、草本植物萃取液、哦、马齿苋、绿茶、山黄菇、冬虫夏草萃取物、山黄蘑菇米水等、哦、一些优质的萃取成分，所以对我们做补水保湿都很好。那用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第二支产品，就这个，大家看到吗？就是眼霜。那眼霜呢是这样哦，是白色，乳白色。那眼霜呢，哦也是要勇敢使用。那眼霜呢，它一罐就是40 ml， 所以这样子的产品在市面上可能这个价钱就买不到这么多。那爱多美的经典五店组呢，它一罐40 ml， 所以很大罐，价钱也很合理。那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有绿茶、银杏、柳树、柿子叶萃取物跟草本植物萃取液等、哦、各种优质的萃取成分，所以那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抗皱眼霜、哦、给大家推荐大家使用。好，涂完这支过后呢，我们就用我们的第三支、哦、经典五件组的精华液。那这个呢，一支50 ml，那我也是习惯性喜欢用4个泵。一样哦，均匀涂在脸上。刚开始用的朋友可能会觉得，哦，一口气要涂到那么多产品，好像很复杂。那有时候有一些朋友甚至涂了之后会觉得很厚重。其实刚开始可能我们还不习惯，可是用了一段时间，其实觉得其实挺好用，也很容易用。主要是它保湿功能很好，所以非常适合一些想要做保湿啊，或者是脸部比较干的朋友呢，哦，非常推荐这一款。那用完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里面有什么成分。那这支精华液呢，哦，里面有，里面有山黄菇、山黄蘑菇米水，那玻尿酸，哦，马齿，怎么念不懂，好、哦，柿子叶、山黄菇、冬虫夏草、草本植物萃取液等，哦，所以，我们这边可以发现到，其实，我们用了3支产品。大部分的成分都是植物萃取，草本植物萃取，所以是非常天然的产品。那我们现在来用第四支，那第四支呢就是 lotion 乳液，那135 ml、哦、很大一罐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不舍得用、哦、一定要赶赶用，因为毕竟我们用产品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善皮肤，所以一定要大量使用。好，一样习惯性的我会4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乳白色。哦，有些朋友会问说一定要用完4支产品吗？其实当然，如果你平时家里
还有一些产品还没有用完，你想要搭配也可以。可是我会更加鼓励朋友，哦，大家就如果既然想要用产品，就用一整套，那因为效果会比较，因为公司他出这样子的产品，哦，公司的技术出这样子四支五支的产品一定有它的原因，所以我们，就跟着使用，哦，用整套搭配，那效果会比较明显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啊，乳液，跟那个 cream 哦，营养霜哦，功能有不一样吗？哦，当然有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肌肤其实很多，其实皮肤组织里面有很多层，那每一层皮肤组织里面呢，它所需要的营养哦都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跟着公司的产品搭配去整套使用，那才可以让我们皮肤更好的去配合啊，让我们看到更好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看得到吗？啊，其实刚我还没涂之前，好像皮肤比较暗淡，比较没有什么光泽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涂完四支产品，哦，皮肤光泽都比较明显，那比较亮，哦，看到比较水嫩这样。好，那这一支乳液呢，哦，它的成分有什么呢？好，我们这边有植物萃取，哦，植物草本植物萃取，一样有葡萄柚、高丽人参、山黄菇、冬虫夏草等萃取物，所以你看它成分都是非常好，那它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做保湿。好，那我们来到就一个产品，就一罐，那就经典五件组里面那一个眼霜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眼霜哦 ，Nutrition Cream， 那这罐眼霜呢，哦，一罐50 ml， 所以一样敢用。那眼霜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哦，一样乳白色。那我平时可能，哦，因为用的量比较多，所以这一罐，哦，跟我们的这个爽肤水是差不多，就快要用完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有一些朋友说，我直接用手好像很肮脏，对不对？那的确是比较，不鼓励这样子做。可是为了方便，因为男生都比较想要简单快一点嘛，那我就直接这样用。那如果你们想要，照顾卫生的话，那就可能用一些咬的这个化妆保养品的这个工具来做取这个保养品。一样哦，我喜欢这样子均匀的涂在脸部。那有些朋友喜欢把这一罐最后一罐产品呢是用在睡觉前用，也可以当做睡眠霜也可以。那我为了方便，我就是一次性的全部把产品涂在脸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哦，脸部是不是比较光，哦，比较水。好，那这个产品呢，它里面的成分有什么呢？这边看一下啊，哦，一样里面有柿子叶，哦，绿茶、山黄、蘑菇、冬虫夏草，葡萄柚果皮跟一些草本植物萃取，所以说一样哦，都是草本萃取的产品，非常天然，非常适合大家使用。好，那这款产品呢，它主要呢有五个加强版的技术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加强保湿，所以脸部比较干燥的朋友啊，皮肤干燥或者是缺水的朋友，想要做保湿的，那非常推荐这一款。那还有它有美白功能哦，那还有采用了我们这些环保包装，所以看起来非常高尚哦，而且公司就把这个产品呢，所有的资源都专注于研发它的产品里面的内容，里面的
保养品里面的成分，在这个包装外面呢，就用简单的方式，只要产品能给我们功效，那产品的包装没有什么功能的话，那公司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到环保，可是看起来又不失大体的一个那其实这一支产品呢，这一套产品呢，其实有在韩国有得到奖。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在这个影片之后呢发出来，这个产品呢有得到什么奖。再来就是活性油加强渗透效果，所以说这款产品呢是有效，我们涂在脸上之后有效渗入我们的皮肤里面，让我们皮肤更好的吸收。那其实这一套产品呢，其实它的前身是爱多美的六件组。那爱多美六件组呢，它原本有四个技术。那第一个技术呢，就是高纯度萃取，那我们就是提取高浓度有效成分。那我们可以比我们这一套产品里面的成分呢，它是比市面上高达500倍的一些有效成分在里面，所以这是用高科技研发出来的产品。那还有就是生物发酵技术，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这个产品里面的功能跟效果。还有一个就是33纳米多重胶囊技术，它可以把分子把我们这些保养品里面的这些分子呢颗粒缩小到33到55纳米那么小，可以迅速的将有效成分渗透我们的皮肤下层，让我们皮肤更好吸收。说了大概就说完了。好，那推荐给大家使用这一套爱多美经典五件组，它一共有5支。那如果洗完脸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补充这个3秒水。可是大家要记得，我们在用保养品之前呢，一定要做好清洁的动作。那如果你清洁没有做好，其实你涂再好再贵的保养品都没有用，所以一定要清洁做好。那我们再用这些比较好的产品，那我们皮肤就可以更好的吸收到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想要体验产品，或者是想要了解怎么样购买的话，欢迎大家留言，或者是可以询问我，我会教你们怎样自己在我们的官方网站，爱多美的官方网站下单，把货送到家里。好，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拜拜。